在八月一个炎热的早上，北蓝天白云热烈环抱，我命定的巧合偶遇。Hello， 我在拍摄，谁能想到我们在机场又见面了呢？对，不能。等下不知可否的早餐，各自探去。机会从不机会热情与无息，却不耐突如其来的不得已，再次命定了偶然的巧合。我常常因为不理他而导致追悔莫及。谁能想到？谁能想到？我原本是计划去成都的人，迫降到了重庆。鉴于我的乐观开朗，我只能先与重庆的朋友相约吃一顿火锅再说。历经14个小时，现在是晚上的，应该现在是凌晨的12点多， finally 到达了这个地方，我终于到达了成都。我只能说出差真是让人疲累。从我油光满面的程度来推测的话，想必我已经馊了。然后现在当务之急，我就是没有再管。好，这个电视机是要跟我互动的意思就对了。 anyway， 就是我现在一定要点一个宵夜以及一些啤酒才行，太累了。成都天气不是特别好，然后现在我要去签到了。生命里划过的痕迹，青草遗失的露珠，终其痕迹。说什么？就一路走过来，特别感谢一直支持我的粉丝朋友们，就是你们对我来说就像家人一样，你们一直鼓励与温暖我，谢谢你们一直宠着我，谢谢。一个湿润又炽热的城市。他和他们都有一种不属于当代笃定的呈现，以及唾手可得的温柔。Did you ever notice we like？ 芸芸众生，婀娜迷离，仓皇忐忑，汲汲营营。Yeah. Okay. I want to use the Osmo action. You know the Osmo action? No, I want to buy it. You di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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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t. You力量孱弱渺小，
万吨之力也无法击毁扼腕的忧虑。去找你好，去找你好，去找你好，去找你好。树下多好，留下脆弱的落。你家里你知道你的手机被拿走了吗？我知道啊。你以为我是傻子？你就是傻子啊！你知道我在用60帧拍你吗？你可以用25帧拍我。为什么呢？没必要。可以，但没必要。你知道这一段就是会变成经典吗？你又不是李安，你用什么60帧拍我啊？李安是用124帧。李安真的很。我把你剪，我把你剪进去。很差，李安真的很差。这个女的马上就要被全网攻击了。李安真的很差。在下一个聚众拷贝无聊的骚魔，因倦怠产生了灵感，直直穿透他不变的轮廓。你说你亲眼看到他凶恶残酷，等待毒鸟过后。说